不你们都好远，你们都很远呐、啊。你有没有切游戏啊？对啊，你听到是 DC 的声音啦。你们先都切游戏就好了，大家听一下。我切游戏啦，我切游戏。我的语音音量是100%呢。是不是一直这样子啊？还是里面会比较大声？要进去是不是？里面遇到人的时候会比较大声，这里大厅听的。里面遇到人就会很大声啊。上次团团就是这样。那你们那个奇诺比要唱歌吧？还是可以啊，你还是可以吧？你就是会被大家远离而已。对啊。好啦，我们全连三周玩这个，就是想要让一些没当过鬼的人当啦。对，啊，我们算过三周里面没当过鬼的，然后也没有什么玩过这个游戏的，就是允月了，所以第一场就给允月吧。但只是允月要选鬼，然后其他人先不要选。你要出去。设定就好了，这里不能调，这边不行吧？不行吗？这边只是挑，要自定，要自定。出去制定、哦、那你跳出去调完再进来。跳出去制定哪里？有个什么制定，然后偏好设定。偏好设定。对啦，我听不到你们说话，太棒了。制定，然后有一个偏好设定。制定偏好设定。哦，对，安全杰森。可是我在怀疑他那个会不会是，就是你是乱入人才有用的？是可以试看看啦。然后等一下进来的时候就也先让允月只有选 skin 看看会不会比较容易中，气化嘛，看起来那个像是只有 skin 的样子。对啊，不过也是看看啦，因为我有点忘记那个时候他们在开其他人开制进场的时候是怎样搞的，忘记了，不知道。那我可以选兔宝宝吗？我这次买了，你人可以选兔宝宝没关系、啊。好诶、欸，我们可以玩看技能。开始玩技能啊！他有技能是不是？还是那只是有？他有技能，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可以啊。哦。那选个肥宅。这配件都是用抽的。啊。哦。那個、超多的呢。所以我要怎么抽东西？就是有个取得额外配件，有没有500 CP？ 鬼干那无呢？鬼没有，鬼没有。哦，鬼没有。鬼没有，鬼好像没有。有啊，我有抽到鬼的哎、欸。只用斧头攻击时增加伤害、啊、还是打鬼的怕鬼哦，怕鬼也行。好，我要选了。哦，我闪到个六阶的哎，传说哎，很传说，太强了、哦、拆掉了。我最高只有稀有而已，我是天下无双。我抽到一个，我爸爸是警察。太警察了吧？那5000点我可以先抽完吗？我错误了，你错误了。他现在好像他那个好像蛮容易 bug 的，抽一抽他就会卡住了。哦，对啊，啊我也错误了，抽太多了。哎、欸，阿耀不要让我抽。我已经抽到我爸爸是警察两次了，一直错误。你选那个，你不是可以选人头那个问号人头那边？对。点一下，你知道你去点那个额外配备那个三个框框，点一下，应该就有个区的额外配备。哎呦啦，抽到错误，你换一个人，然后再抽就正常了。我要当这个跑妹妹。啊！可是这样我就没有五花八是警察了，怎么办？技能是分开的吧？技能有分开吗？没有，因为他抽到错误，然后没有抽到。哦。哦，有耶！我有一个开船传说级。好了，我要去开船了，各位。你还敢开船啊、哦？我开车加10%哦。你说跟人逃离吗？你还敢开船呐、啊？我要来开车了、哦，开！我要来当慢跑姐喽！慢跑姐，我还能抽两次。喂，我还没抽完，我把它抽完。要抽完是不是？抽一下啊！爸爸警察有不同等级耶、啊。有啊，他就是每一个都有不一样。你阿公也是警察。对，我阿公也是警察。
我的妈都比你厉害。好了，我抽完了。我快了，我最后一抽。欸、全部选逃跑。哎、欸，最后一抽错误了，换个角度抽。好了。啊，这样子一直就不能跟观众聊天了。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当鬼可以啊，当鬼牌反而比较惬意吧。对啊，我就知道了。啊、感谢超级留言。感谢大家。感谢 SC， 感谢加入会员。感谢订阅，感谢送哦。感谢大家来看台。啊，我是发发啦。我准备了，所以要不要准备了？我按了，我按了。我是发发啦，好好看，好了好了好了。那我是要选他、啊，你要选那个人才可以用到他的技能。对啊，哇，你也是黑妹呢、欸。跑跑姐耶，我们一起当跑跑姐。One two three， 好了 ，One two three three。小雨。啊。我就不用一直按暂停。到时候我今天有调新的设定，如果会画面会卡或干嘛，再跟我讲一声。谢谢。小雨，你的 DC 蛮好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谢谢小雨，我知道了。好的，好的，我等一下会觉得怪怪，我会跟你讲。来来来。啊！哎、啊欸，有啦，声音变大了，声音有变大。是谁？哎、欸，是安吉耶！那我不知道怎么选了，真的不知道了。我、啊，看来就只能这样喽。没关系啦，就很气。快点来打我！快点来打我！看个人视角。嗯，等一下我用。啊，那是你。我衣服好湿哦。这什么东西？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three, 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 three。哎。什么无线电啊？刚刚那个段很适合用焦糖舞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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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怎么到室外了？这边有门可以关哦。一个人的晚餐无聊寂寞。
个人能开心的自说。两个朋友啦。这栋房子没东西了。我跟发发在这栋大房子里。啊，你们有啥吗？我有枪。我只知道杰森好像要来我们这里。来来来，我帮你开门。开门了。啊，我不知。兔宝包装哎。我帮你们先把窗户都打开比较好逃。哎、欸、爸、啊，有，团团说杰森要来了，我刚好看到杰森啦。可是地下室门是开的，我刚傻眼。这个门没办法关的样子。对，已经超黑啦，我已经会。你赶快来晒。F 可以开灯啊。你来晒一下火炉会比较好。我真的。会很暖，不然你要冷死了。对。真的假的？你的理智会降低。两个人的，嗨嗨，能开心的执着。哎、欸，我这里有油桶，哦，这边有车，这边有车，就在旁边而已。来，底下那是双人座，然后底下那是双人座啊，那我要找四人座了吧？双人座好好那个哦。哇！天哪，怎么都三个长一样的人啊，吓死人哦！我们是三胞胎，你们真的是三人呢、欸。我们是三胞胎姐妹，我们闪亮三姐妹。哎、欸，凡心，你从这个上面走下来，然后你们两个一人站一边，然后看着前方这边。好。看着前方，感觉很好笑哎、欸。快来约我，快来约。你说我怎样？你说我这样子吗？从二楼下来。然后看门口吗？谁打我屁股？没有。然后我帮你打闪光灯。Spotlight。哇哦！哇哦 ，Super Star！ 哇哦！哇哦！跳起来了！哈哈哈哈哈哈！不要低下哦！这样子你要唱那个初见的那种感觉，已慢慢出现，想要无时无刻有你陪伴我在身边。我们在夏令营啊，要嗨一点啊！哦，我们要不要去其他地方逛逛、啊？欸、小雨死了，我们去其他地方、啊。小雨被煮了，小雨已经死了，然后我们还在这边。应该他观察者应该笑得很开心吧？哎、欸，所以太高了，不要跳，太高摔下来会受伤。我刚刚受伤了。啊！你看起来好痛哦。我刚跳下来的瞬间，马上跟白金讲说：“不要跳，白金在半空中啊！”我们大家都跳啦。好险，我用走的。我是可爱的小妹，想当大姐。哎，你要当大姐啊！大姐，大姐带路。阿法是不是看过这一间了？大姐啦，预约当大姐啦。这间当过了吗？阿法看过了吧？上次我收过。上次你上次收过了。上次多久？刚刚啦。哦，好。我帮你们布夹啦，等一下。你们可以先去其他地方。好。没地图，没地图。贵德啊哦。往哪边走啊？桥那边出口是不是？啊，真的吗？可是我看起来蛮像的。阿旺在那边吗？阿旺。我没有地图。没有，没有。没有，还是要唱那个朋友的情谊。只是你会唱啦。啊，海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我们在大陆往南走，有一栋房子。你也收过了。没看到。这栋应该没有，你那一栋没有。那我就是加两人坐那台车的油好了。好啊，他鬼在刚刚小黄车那边啊。小黄哦。哦，我有钥匙了。哎、欸，有钥匙了。我钥匙了。I have a key、嗯。我们要不要去找四人座？可是四人座哈基在那边啊。哦，真的假的？你们去修两人座的，要不要有一个接我的电瓶走？
也是可以啊。我这里有电瓶，我这里有电瓶，给你们拿，跟你们一人换东西。给你们要那我保险丝可以丢出来吗？应该可以，你按拿着那个东西，然后按 R， 应该可以丢出来吧？好，我按 R。不行哎、欸，不行哎、欸。按 Z 吧，按 Z 吧。哦，按 Z， 按 Z 拍摄。哦，丢地上了。丢地板了。丢地板了。啊，你钥匙为什么丢地上？保险丝，给你们啊，我拿。我等一下保，不然保险丝给我，然后车子钥匙给你们啊。可是也才两个人而已啊。我两人坐啊，那我枪给你们，我枪给你们，那个要，那我跟那个谁走啊，枪给你们。那个这个电瓶要怎么放下来啊？我，这边，你来这边，这边有个夹子。那我拿夹子，这个电瓶你们拿吧。好，那我给你枪，给你枪。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不是啊，射夹子。你在干什么？按一下就好。你在干嘛、啊？你鞋带很难绑哦。Are you doing？ 那现在钥匙在谁身上？哦，我这。啊、那我们走吧，我们两个。找到我的。阿旺，这发包工什么？来，有问题。来了。嗨。那个门帮忙关起来。啊，这里两个人好像比较好玩呢、欸。嗨。只需要啦。去找四人的。没有找到四人。我去找那个、哦，我去找修保险丝。车在前面。走。加好油了。Thank God it actually fit. 开车哦。等你发动，才能上车。好，再发。Holy shit! 好了吗？走。Go. 我来了，怎么了？这真的很难。快死了，我刚被砍一刀。车几人的？两人。两人的。啊、好吧，你们走。鬼在阿旺那边，鬼在阿旺那边。不是车好难开哦。小心，到旁边有大路，等下大路右转就出去了。走喽！等下会被叫回去啊。哦不，小雨还没复活哎、欸。我以为他们要去找四人。没有。四人，他们刚刚说有了，有找不到，我们都没拿到地图。你知道你们刚刚那个多好笑吗？那边开趴，然后杰克那边……我被看到了是不是？我那时候已经死很久了。我那时候就说，我跳完之后按下 tab 啊，不对，小雨死了，他应该在观察室看，我们看得很开心。我就说来让你们看世界的温度差，杰克那边不要追我，那你们哎呦，真的跳得不错哦。超好笑的，两边差超多。哎呦，死了，哈基抓到了。哎，啊，这样超衰的嘛！我只有从头到尾只有找到水管跟棒球棍。我们拥有一个真心的朋友。哎，问一下哦，三分钟我就死了。我问一下，跳窗怎么跳啊？找到两个东西啊！我是你朋友来嘛？跑步的时候按那个按一，哦，按加 shift 的就对了。好，对，你不是我跳窗跳机死掉，你是可怕的恶魔。黄腾玩黑妹太强了，很会跑哎、欸。来嘛 ，No， 应该没有汤米吧？应该不要吧？超大声，我们
电话保险丝在那个团团那边吧？这么很近对啊。因为刚刚我在第一个房间就找到油桶跟保险丝，然后保险丝给了团团他们，现在还没修到。修保险丝在阿王那一集，我看到那个电箱被打爆。哦。很会跑耶！我团团跑掉了哎，他竟然在那边。他竟然在房子笑哎。对啊，他没有发现人已经跑了，很难发现。我那时候当鬼是被团团这样耍着玩，所以我就想说放弃去找影月，又找到他，所以不是针对团团啊。有了，他发现不见了，他要去找团团，真的太难抓了，太会了，太会逃跑了。对，我看看，卡住了，鬼卡住了。他技术也一直卡到，卡住了。所以这地图好大哦。嗨，他有遇到团团了。你好，这件是谁啊？怎么又来了？怎么又来了？哎呀，你跑到这来了。嗨、欸，他跑了，团跑了，团跑了。他自言自语了。啊，那个敲门是不是大家都不知道可以按住啊？按住会怎样？他按住，他就会直接敲到门全部破掉，他不用一下一下按。啊，是哦。我感觉有时候都敲不到。哇，他要对那个点，所以一下一下按的时候，有时候会对不到。会有时候会撇。团团已经去了下一个屋子了。哦，我们跳舞的地方。这屋子超大。来了。这房子是不是没有别的门进去？应该有吧，这么大一间。完了，跳他跳二楼了，遇到了。我要遇到鬼了。拜啦，那个保险是在我这。啊！太高的地方摔下来了。我有看到你刚跳下来的画面。我从太高的地方摔下来，我又忘记那一栋屋子是死亡。超高的。然后那个喷雾刚刚之前浪费一罐，可恶！哇，用完，来看这两个，哀伤。哎，他怎么快就到了？我的心呀，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汤米没有叫成功哦。嗯。啊，因为那边的电箱被弄坏了，还没有找到之后就没办法用，我刚刚找不到。感觉好了啦，不要再敲了。嗨，关门。他那边尖叫，没跑走。哪有门开？我觉得不是可以破中间的门吗？中间的墙壁可以破掉。可以啊。白痴！在吗？哦，真脱了！我说居然，我没事，他快没血了，你怎么还没死？你快跑啦！哎，爸爸回来嘞！爸爸回来了！我怎么看你很安全？我命大！你命大！跑很快！摆你！是去哪里？他是走错。哎、欸，他竟然直接走错路，他怎么走到这边来了、啊？因为他是用那个把瞬间移动的，各种瞬间移动。啊，瓦纳苏伊，啊，瓦纳苏到一个没人的地方。对，香格里拉，有了。哦，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我也不想。有啊。那时候就杰克在被追杀、啊，我就边缘啊，我就。你看，哎、欸，闪亮三姐妹、欸，有我看到，好笑。哎、欸，你慢慢敲啦。哎、欸，杰克也是在追我，我不知道哎、欸。对啊。看一下啊。因为我那时候被杀的时候，杰克在旁边。我看不到啊。看不到啊。你没有叫警察来啊？啊，不是总游戏世界也有吗？没有那个东西吗？我刚把它破坏掉了啦。屁
啦，真的假的？我切过来都听不到他们讲话。啊，有啊，他们讲很开心哎。那你就切一个人就可以。够了，就也是一样，就这两个，有时候我会听不到，超奇怪。哎、欸，你们说好像切到鬼的视角会听不到。怎么了？一定要放夹子、啊？哦、我以为你有放夹子嘛。没有啊，没放啦。哦。他不喷一下自己吗？哦，剩下两分钟。哦。跟我们讲出来，他脸越来越丑了、欸。不喷一下吗？越来越丑，快！他不喷一下吗？他是 O 口、哦。怎么了？怎么了？好啦，不要啦！你找别人，我们已经玩很久了。对呀、啊，那你给我杀。不要。我想办法躲嘞。看一下吧。不要。躲。啊，好猛啊！哇，这个角度吗？这个角度会抓哦、啊，你屁股露出来了。你试看看啊。没有哎、欸。他会躲船下。哎，这边哦，有人修了，好猛哦！发发修了吗？发发修了。他终于找到我保险室，然后修嘞、欸。我的保险室藏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可是警方会在游戏结束之后。你肥皂这么多、哦，对对对，他们只要撑过这五十秒，基本上就赢了。撑过这五十秒就好了。好烦哦！完了完了，杰克有点不妙。杰克有喷雾啊？杰克有喷雾，还有杰克有喷雾，还好。哦、我刚刚没喷雾就很惨。哎、欸，他这是猴子，一直很爱翻呢、欸。关门！你好烦啊！关门！尽量跟你溜了，好不好？锁门！有了锁到，锁到了，还可以再撑一下，可以再撑一下。来吧，要来啦！我觉得杰克很会躲，应该是来吗？对他应该是来不及杀杰克了，溜好久哦。他门应该敲不开吧？你好强！他敲旁边的两侧墙壁，好像强哥。可以啊，我知道你放过我第一次，放我第一次找死。有他进来，然后要敲，可以敲一下就是。第二次应该给我了啦。可是这两分钟，我想撑看看啊！哦，撑不了，撑不了下来。哦，那一定来不及啊！对啊。结束！哇，逃过了！逃过了！逃过！可恶！哎，可是我叫警察的耶！那警察要比你们还慢来啊！对，天要亮了，警察还没来。直接先天亮了。好难哦！是不是当鬼？不跟你笑哎、欸，妈妈生气的。妈妈生气耶！哎、欸，可能那个大鬼在拆门的时候可以按着左键，他会直接把它拆完。哦，是哦，不用一下一下按。虽然一下一下按比较有那种感觉啦，可是因为他一下一下按，如果你啊，声音被断掉了啊，如果。啊一下一下按就没了。哦，一下这样会变回音，一下会卡，那个、啊、会卡一下。啊！我到处拆门，我拆迁大大。对，我跳窗跳到我都死了。跳地玩的时间真的有够久哎、欸。好吧，找不到，随便啦，就叫解命运吧。因为他那个设定是英文的，你知道吗？看一下，没事啊，就给他随机就好，就给他随机吧。玩到了，等我一下。对、啊，嘿嘿，发现你按到了，他听不到。啊，对，好。西瓜，西瓜。呱呱呱！什么呱呱呱啦？没有，它的设定好像没有可以让你选那个，它只有开关能力而已，跟有一些道具限制。呱那是逼。有了有了。好。啊！当鬼好难哦。好了，当随机当到鬼的话，这样当到会比较开心嘛。对，没太差。哦，重头奖，奖正了。啊，小怎么找都是杰克啊？杰克还有你一开始就把我杀了，好不好？因为后面找到杰克，杰克就一直找到杰克。广告、哦。
卡纳斯比。又是小鱼，小鬼头，哎呦，飞镖狂魔，被爆了又。你刚刚的 key 是什么？一个人。每天想我一次。如果你为我而诚实。如果你看我的电影，听我爱的 CD。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旅行哦，姐妹们。安安。哎，你是谁？阿旺。阿旺。我们的通关密语呢？通关密语。啊！我有枪。这里有还有一个补包在二楼。我有补包。你们想对杰森做什么？你走远一点呐、啊！来了，来了，你不要来了！不要来！我来了，来敲门了。我们这门好不要，这门敲一下就爆了。我们是闪亮三姐妹。阿基快跑！阿基快跑！阿基快跑！走哈基，走哈基，走哈基！哈基，哈基！我来了，哈基！你是哪？你在前面那间吗？我看到你在跑了，是吗？是你吗？快走，快走！高歌离席。往哪边走？这个谷仓你看过吗？那边房子好像没收，有地图先去捡一下。哎，走啊！这里有地图。好水啦！太赚了吧！哎呦，要死！哎呦，你拿好。那个变电器，不是变电器什么？保险丝。哎呦，水哦！啊，来了水！哎，汤米，有汤米了。保险丝的话，一定是这一间，是不是？不一定。哦，不一定哦。嗯，要找一下。好好好，你是想锁门是不是？哎，我把它打开了。我看到车了。哎、要坐船团。要过河。拆桥。哎，我们地图看得到车啊，我看到有人在车旁边。船可以坐几？两人，电瓶，那我拿电瓶好了。哇、哦，好赚哦！我也是看到地图哎。我有收音机了。啊，你联络看看啊。我有钥匙，钥匙什么？收匙呀。钥匙。我们往车子走啊！不是四人坐的吗？右前方那个是黄的啊。我
电瓶，我们缺一个油。我看到鬼了，鬼在就是对面，太河的对面。哎、欸，他要走过来，走过来，走过来，我游过去。月，他修好四人坐车了。啊，我看到他，我看到他了。是我，你在哪 ？OK， 这里。后面赶快上车。我把钥匙丢地板上给他们。云月知道路吗？你知道路吗？云月，我不是很清楚，我不是很确定。我们有地图，我们有地图，等我一下哦。往上走，沿着这条大路走。前面那个是谁？进房的那个。哎，进房，出来，阿旺出来。来，上车。鬼在后面，快点。好了。他来了，他射了，快跑！走了，快跑！往左，往右，要，都可以，两边都可以。啊！刚刚输赢！哇塞！哇，搭便车！哇！哎、欸，你好猛哦、喔，你什么都有哦、喔。哎、欸，谁？不是我吧？哎、欸，哭啊！我啦，我回来了啦。那你来陪我，我都还没杀到人。我是汤米耶。没关系啦，汤米玩一下。哎、欸，没抓到。汤米。卡纳斯皮。汤米，你跑太快了，汤米。我刚怎么没挡到车啊？为我一下跳。卡纳斯皮，汤米来玩。跑不起来了，跑不起来，不要抓 ，no 抓。汤米，啊！你怎么还有小刀？啊，对了，汤米有小刀。对，汤米本来就一把。我等会怎么那么快就走到一把？汤米啊，这边，汤米，你怎么又有枪？我捡到的哎、欸，开局全可以這樣，开局全靠捡。汤米，你捅我，让我戳一刀，啊，又倒了。可以，我最近装马很爱按那个，就是一个键起身，玩超快。我起身了。我要什么可以用？我斧头。欸，我没丢到。汤米，不要跑，汤米，别跑！我抓到了，我终于抓到了。怎么杀？啊，只能用这个。哦。再见了，汤米。而且跟你讲哦，汤米还是我自己叫的哦。自己把自己招回去吧。哎、欸，很酷哎、欸，怎么会是我？结果你又被拉回去一次。对啊。我刚刚逃离的时候，想说算，怎么才三个血逃离？怎么回事？我就想说，耶！哎、欸，喂，没声音吗？啊，怎么是我？而且我从那个地方是我们刚离开的地方，所以他有隔壁。那、啊、其他人嘞，在干嘛？你们在跑啊？不会都是收音机吧？哦，我其实刚刚走的时候，我开了两台收音机。这应该是人的吧？那你们撑一下。来了，找到了。你房间收完的时候要走的话，你如果有收音机要打开，因为这样鬼会。嗨，小雨。嗨。有干扰、哦。这里有人呢、哦。对，会有声音干扰。大家一起来收哦。是哦。跑出去了、啊。地上喷雾捡了也没用啊。剩三个人在里面，想干嘛啦？断断掉！不要啦！没救了！我死了！看不到！在我这边！我
被丢出去了。马赛克没有看到你被射。被丢出去，我刚刚那个夹太晚设定了。剩下的人呢？哎、欸，你旁边还有鞭炮呢？哦，你刚刚身上有鞭炮、啊？没有，我刚我对啊，但是我刚刚就是那个射夹的动作没办法取消。啊、然后就在面前开夹，对吧、啊？我刚刚帮你们撑了有一分多钟哎、欸！哦，小雨不要！卡机，我找到你了！小雨，等一下，我跟你讲。哇，好准哦！等一下，我拉腿都太准。你要说什么？你跑太远了，我听不到。你太远了，我听不到你讲话了。卡机。哎、欸，你要说什么？我听到了，我听到了。哦、oh, ，我来了，我来了，你要去哪里？好凶啊！你不是有事情要跟我说？哈哈哈哈哈！这两个，到底在干嘛、啊？所以这里可以打电话。太难过了。不，那个保险箱还没装，所以没办法打电话。我跟你说啦，我跟你说啦，小雨在碎碎念。我听不到小雨碎碎念，可恶，我又出 bug 了。听不到他碎碎念。有啊，他就在讲啊。阿基，我来了，你要跟我说什么？他这个是不是比较强啊？哇，他拿双击敲了，很气，气死了。哈哈。这栋屋子是谁的？那个、啊？他刚刚在敲那个屋子是谁的屋子、啊？是他记不是吗？哦。他记直接不讲话。对啊，他记不讲。可是鬼有侦测那个的啊，他怎么可能没有？哎、欸，还是是鬼的能力不同。不知道哎、欸，第二招不是热感应那种吗？对啊，他不是红红的。跑了，跑很远了。跑掉了哎、欸。哎呀，好远。他竟然在房间里啊！在哪里？你在房子后面、啊。你又跑进去房子里面？是在躲房？没有，是杰克的。没有吧？走出来了，走出来。Hello。还跑玻璃街是吧？哎呀，根本都是开的啦，高飞啊！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想到？没有。看来是没有。哎、欸，让我丢一下，他可以放那个黑胶唱片的、欸。哎、欸，他没有，他就要黑胶怎么走？我不知道，我想看呢、欸。我不想看。我想看脸变黑胶啊！杰克回来。我想看呢。我想看呢。你不要跑了，你去哪里？哎哎哎！抓不到了，这没有黑胶唱片了啦。那、啊、你就回去上一个地方看嘛。啊，就没有人要怎么看？这一间，这一间。杰克跟小雨，你要再跑走了。啊，我听不到。跑很快、欸，敲慢一点，对不对？傻眼。你可以去开他的台，反正不会有 echo。哎，这没有黑胶唱片了啦。你找别人呐、啊。不要，就是你跟哈气的啦，没人了啦。哎呦，他已经抓到鞋带了、欸。完了完了完了，尴尬了，快不行了，快不行了。哇，我死掉了，我死掉了。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我又死，我死掉了。再见了，再见。打马赛克。啊！我死掉了，当赛克。好狠。哎、飞起来！太狠了！太狠了！哎呦，第一个房间是没有门的、啊。哎、欸，你那个黑胶唱片想看呢、欸？想看。新的死法哎、欸！小雨不要啦，让我修车，你敲我车好不好？如果他能再躲进帐篷里面，就真的很可爱了。真的。不要啦，小
了，地图看不到了啦！我的地图在哪里？我车在哪里？看不到了，小地图出来啦！哎，交唱片吗？可以交唱片？我是谁？哦哟！可以交唱片的房子？哎，你要不要进房子啊？房子有黑胶。好想看黑胶唱片，我也没，好像没看。哦，我上给你，我放给你听，我放给你听。哇哇哇！人这么好，他来了，来了，过来了，放唱片，放唱片。对，黑胶，黑胶。这里啊，这里，这里。他在干嘛？不是啊，我想听黑胶唱片，黑胶唱片，是这样哦，好狠，好像还好哎，就这样而已哦，把整个盒下来夹人家头，我以为他会直接拿个唱片塞他嘴巴，我原本以为他会插在上面，把它当作黑胶唱片。对啊，结果都没有哇！失望，大家都失望，你们好贱的，都没有。因为刚刚杰克不让我们看啊。对啊，杰克跑走了，不让我这边唠啊。是妈妈笑了，妈妈笑了。耶，妈妈很开心。我找到那个了，电瓶的。刚刚很可惜啊，我刚刚跟繁星说，繁星也刚好我们离场，离太远了，就是只有那个搭车的有回去而已。对啊，是哪一点就把车子拦下来了？不是啊，你的车子真的修好快哦！我刚刚我就一个人刚好拿到油桶、电瓶跟钥匙，因为就一直找到很多东西耶。你是玩黑色沙漠才变那么幸运。我是没有特别工伤啊，所以应该是没有啦。我的天！天哪！哦，这两场什么都没有找。哇！哇！哇！我其实想去找妈妈的衣服哎、欸，妈妈到底好不好找啊？是不是都要去绕着地图各个角落才找到妈妈？是吗？是吗？是吗？让去穿妈妈的衣服干掉她。啊！红桃姐姐，大国，又是哈基，是哈基呀？怎么又是我？我好想当鬼。开始就大房子，哎，音乐，嗨，嗨，你好，嗨，又是一个危险的屋子，我对面那栋还没倒，好，我去看看，啊，他在这边，他在这边，不要过来。好啊，我们一起看，我们一起看，走，我们一起看，一起看，一起看。好，那你早点去看其他人的视角。好啊，走啊走啊走，我们去其他人的视角看看。好。走啊，我们去其他人的视角。你怎么往这里走？不对啊。你不能往这里走啊，往这里走这样就不对啦、啊、我们来散步，一三一三亮晶晶，我们一起来散步。哎呀哎呀，我们来去找那棵树，很可爱的树。好，一棵树，树怎么了？树没办法啊，可以耶啊，不行，树怎么了？一棵可爱的树，快跑啊，你怎么快跑！哎，我跟你进来，很久哎。没有武器。你没有武器？没有。哈基在追影月，他在前面那一栋。哦，在前面。哦，我先救车，我先救车。我只有鞭炮而已，跟地图。我也只有鞭炮。你等一下要开的话就直直，然后右转再右转。好，现在没有油跟
好。音乐死了。音乐死了。哎呦，被电到了。等一下哦。杰克，团团，你们有油吗？这里有油吗？没有。好，那个刚刚音乐走了，有看到被碰杀了，因为我就在隔壁，音乐把它支开了。啊，这有油吗？没有，感觉要去上方上面那排的房子。好，这间前面这间有收过了吗？最。边边这间，我们没有来这里啊，所以如果你那间没收过，就是我们没收过啊。那没有，那你们收啊，我继续往另一边走、啊。好，哦、我跟团团行动好了。锁个门啊！烦死！我拿到无线电了，喂喂喂，有人吗？睡哦。哇，这间这么小是不是？好美的。发发。你是无线电吗？哎呀，无线电呢？什么？我没听到发发的声音。发、啊，你在哪？你该不是最遥远的那一间吧？我没地图。发发。没有错、哦，你有地图吗？你是一个人而已。对啊，我一个人。啊，小雨也死了。哎、欸，之前应该有人晃过了。对，锁起来，门锁起来了。喂，喂，好久。喂，嗨，如何？嗨，嗨，不是你。嗨，跟你无关。跟你无关。我这边有电，那个那个。有没有收到？可是找不到保险丝啊。来嘛，不要啦。哈基在我们这，哈基在我们这。没有啦，没有在这里啦。哎，最近开过。你不要跑嘛！你有什么头绪吗？我有头皮屑，你要不要？我不要。我来了，门要开了，门要开了哟。应该是发发吧，我猜。安心，安心。是我，是我。没有啊，这边没有保险箱。没有保险箱。嘿嘿嘿嘿嘿嘿嘿，阿旺害了你了，哎呀！快走啊！哎呀！就是都会有啊。不要鞭炮，不要鞭炮。嘛，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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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快走快走，你快走你快走你快回头啊！哎呀，这个树不能用啊！残核了，等等没。快点来救阿旺，我没武器了。阿旺被追吗？阿旺被追吗？阿旺在我。阿旺输了。全款八八折。全款八八折哦，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哦。我们自己带两件回家哦。你们是在哪边呐、啊？我们在大屋，大屋，大屋。欸、所以我刚才……哎呀，这边怎么死一个人啊？要求有要求啊！哦，哎，那个杰克底下门有没有死？好像没有。我发现萤火区域好像也会。
也会有些麻。鬼来喽！小雨变成 Tommy 了，干嘛啦，哈基？我牙痛死了，吓死人哦，夭壽哦！不要出去啊！因为躲在树这边看不到吗？好啦好啦好啦，来嘛！有人想开枪？哎呀！谢喽谢喽，可是我快死了，不是很妙啊！哎呀，刚刚是不是应该先把你弄死的啊？哎呀！我跟你初次见面嘞。不是啊，是繁星啊！来切蛋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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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为什么不行切？奇怪，因为手速够快。啊，来嘛，你不要跑了嘛！哦、不要来，一直抓，一直爽哦。有了！哦不，这个怎么不是？来不及！刚刚繁星挡住了，可恶！不是，他已经斩杀了。什么声音啊？好吵！嗨！哦，你声音好难听哦！什么你才难听？他就在这里哦。嘿嘿嘿！哎，为什么奇怪不能切蛋蛋的奇怪？还是一个事啦，切蛋蛋狂魔是不是啊？一直切切蛋蛋狂魔，切蛋蛋狂魔，李杰对不对？他是被切过啊，那应该是明角。哎呦，小雨要先救他吧，来嘛。可是我刚当 Tommy， 我有加两次分数了。啊什么面具啊，小雨隔壁。听得到？听不到，听不到，听不到。舌头很灵。我有一罐汽油，我有一罐汽油。他听得到啊？他瞬移，他瞬移，瞬移对。哇！喂。没有保险是真的很痛苦，什么引力还是什么的，那个我也不知道。好不？他自己是不是都追丢了？对，他追丢了，他刚刚一瞬就追丢了。嗨，这个是谁啊？哦，那又是你呀、啊，妖修。啊，那个是你的，那你不是在躲躲呀？我出来啊！我出来呀、啊！出来，怎么用国语用台语啊？台语，我出来啊！出来跟出来比，学工三回啊！你卖安妮啊？什么安妮？妖修贵，啊，你才贵嘞！到底在讲什么？嗨！你卖伫个弄伫个弄，滴滴弄滴滴弄滴滴弄诶弄啥？弄咚咚咚咚，冲冲冲冲冲冲！不要引擎发动，引擎发动，不要丢啦！轰咚咚咚咚咚，冲冲冲冲冲冲，引擎发动。我大学同学会说我讲奇怪的口音，这才是奇怪的口音吧？好瑞，团团，安诺啦，哟，手游，我来了哦。对，他刚刚也死掉，然后他先变成汤米回去。
被夹到了。哎呦，这个熊熊圈套，哎呀，熊熊圈套，圈套，哈哈哈！哎，好强哦！哇！哎，这个这个切蛋蛋，切蛋蛋，切蛋蛋！哎，这个有蛋蛋了！哎，六颗六颗蛋蛋，最好是有蛋蛋啦！六颗是哪有蛋蛋啊？你两颗啊，加上其他人两颗两个人啊，总共六颗了呀！啊，不是啊，他搞错是女的、啊，女的哪里有蛋蛋啊？我可以瞬移耶！哦，女生坏之后那种大颗可以使用。就小雨他自己跑了。那我只能现唱一首 Uncle 曲了。七彩的微风，我的脸。从窗户进来，好的。哎呦，钥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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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下他们还有油吗？我们要怎么回去嘞？我想加了吗？好像有，他们说要回去了，应该是都弄好了。哦，就插钥匙就对了。嗯。两个人一人一把枪哎、欸！哎呦，好凶哦！对，剩六分钟。开车，我发现他在车子那边守着耶，他好坏哦。啊？什么哈气在跟不知道什么东西开？他这好像被收音机干了。他被收音机骗的。对，他被收音机干了。还剩下小雨八八。你好。对，他在车子旁边哎、欸。这附近，哎、欸，车子只有一台吗？这一场应该都是有两台，只不知道另外一台在哪里吧？在干嘛？刮叶子。顺空抓。顺移是。红点的可以顺哦，夹子可以顺吗？不行啊。他只是想顺移。不行啊。他在测什么顺？顺移是技能一号不是吗？没有，他是开始巡逻喽。哎呦，刚好哈气走掉，太刚好了。就那里有啊。他跑去哪了？啊、哦，顺了，他顺了。哦，他们要走了。好像他顺到这里是哪里啊？不是没。哈气刚好走掉，哈气整个人刚好走了。啊，爸爸，爸爸被抛下，爸爸被抛下。哎，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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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前面，前面，完了。开大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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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蛋蛋！切蛋蛋！蛋蛋蛋蛋蛋！哎哎哎！哎哎哎哎哎车子还要发动，需要好可惜，那个枪不是直接把它弄倒在地哦，弄倒在地会比较多。他那个机会还有，他是他瞬移了。小雨用刀子捅他，不是被枪打。哦，可以可以，溜过了溜过了。没中没中。哦，等一下不？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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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选好了。你想要当男生哦？是谁呢？我猜这场是阿旺。发发吧。是谁？该到发发了吧？杰克！我真的没有什么改什么设定，真的，真的都是随机。哦，我爸爸有下车。哦，手电筒能回理智哦。原来是哦，原来如此。感谢。然后手电筒干嘛？很雷、欸，他有用，我误会他了。啊 ！Hello，、欸、不是哦，可恶，东西不是，我不是第一个拿到对讲机的。你应该是第一个啦，我一接起来就听到你说 Hello。什么都没有，只有捕兽夹。我这里有哦，电瓶。什么都没有。我这台是蓝车。蓝车是四人。四人。修一下，修一下，钥匙跟油找一下。油是不是？这里没有任何房子啊！没开吗？我有对讲机了，我对讲机了，叫我 ！Hello！杰克在我这，杰克在我这，你赶快遛他，快快遛起来！那个我有钥匙，我有钥匙。你有钥匙吗？我这里有车，插那插油了。插一桶油。四人座的，四人座的，大概在地图最下面。好，那我先往那边移动哦。我跟小雨讲一下。小雨，你有无线电吗？那个我先往车子那边靠哦。然后他们说，是刚刚是说什么插油是不是？缺油，缺油。哦，对，那我先去车子那边了。前面不是花花吗？啊、我要死了，我觉得我要死定了。你会回来的，我去找 Tommy。有没有找到油桶？有没有找到油桶？我没有。他其实在从河那边过来的。我没有油桶，杰克在追我，不能团队走，快走快走，团队快走，杰克在追我。找一下油桶。油桶在团队呢。团呢？其他人好像缺油桶。哎，反击！可是我不知道其他人在哪里。为什么他在我这里啦？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志远传递假消息。哦，我看到。志远传递假消息。阿旺，快走！我更新，我更新。我也有。你是不是没耐力了？干嘛走那么慢？累，喘。什么鬼？你才是鬼啦！我是鬼没错。体力比你差哦。打屁呀、啊！他倒了，打翻机，快走，翻机快走！我不能忍，我不能忍，我不能忍，我忍不住，我就想打他。来啊，救我啊！来啊！不知道哎、欸。
进去！钥匙在我身上啊！你快进去！可是可能他们现在那边被鬼追哦。好啦好啦，哇，你的头会狂抖哎、欸！那个就他们在车子附近在被鬼追。没有没有，好好笑！我也快死了。你帮我跟他们说，要买杰克周边，现在还有抽奖。杰克说要买杰克周边，还有抽奖啦！啊，你不要啊！嗨、啊！你连全武行啊，白痴！不能乱倒吗？可以打他一下就倒了。哎、欸，超强的哎、欸！哇，警察的哎、欸！不知道你怎么可以把他直接打倒？你要我不知道，因为女生有那么大的力气吗？我这只好像是没有点力量的、啊。我记得应该只有男生有办法打女打那个鬼啊，女生没办法、啊。就我们两个都把他击倒，你又追我啦！哎哎哎，砍到人了！你砍到人了！砍到人了！我开门。谁？我回来了。你回来了。哎、欸，哭啊！我回来了，我回来了，他杀了我了！哦、欸、哦，鬼、啊、蛋！我蛋蛋！小雨，这只角色很高级呢。可是他们那边都那个鬼在这附近。嗨。吃广告，吃广告。没事做，只能吃广告。没有，你们看会卡是微正常，我不像其他人的电脑了，我这台电脑已经早该升级了，所以我尽量都调低画质会比较雾一点。哦，女角可以打鬼，要打很多次哦，哇！抽家伙跟他打就好了，刚才怕什么，对不对？自己的夹子，而且你们没锁。你不，快走！你快走！你快走！你快走！不要理我！哇，抓错人了！怎么会抓歪呢？啊，你怎么又回来了？我怎么知道我怎么又回来了？帮我工伤。我赶紧把你工伤过来。来啊！来来来来来，来你来你来。杰克啊！跑掉了，我就没在追他。哎，杰克呢？他在我后面，他在我后面。哎，他在我附近，他在我附近。男生主要是要打掉杰森面具，那杰森要怎么打他面具？就只要靠头部打吗？哎，那我问一下，那个那应该没人吧？我死了。被砍死了！等一下，我喷一下，等我喷一下，等我喷完嘛！啊，来不及呀、啊！不是，我一直很想看有没有加成，但这次都没有哎、欸，是我都在野外杀人是不是啊？去，我等下找你。找谁？走开啦！哎呦！打架！打啊，来啊！打架啊，来啊 ！One by one！ 来打架、啊！敢不敢嘛？敢啊！打架嘛！哇，好过分哦！我好难过哦！你还拿别人布包？天哪！为什么不能拿？杰克，我来晚了。放心，我进来了。然后你要抓我了。因为门是开着。快走，快走！我要跑不。螺旋桨。杰克啊！干嘛？来啊！来啊！哦，红白万了。我跟你讲，为什么我们这样子的玩，好不好？说还喷打喷砸喷砸喷哎，吓死了！
我尽力了，我尽力拖了。你怎么打输了？我们刚不是打赢他了吗？我不是炸，我可拿那个，哇，今天抓不准呢。我那只太细了啦。哎、欸，我跟刚刚跟阿旺两个人打他，他倒地，我们再爬下去继续打这样子。蹬两下。完了！哇，这摔死了吧？太高了！摔死了吧？啊，摔死了！摔死了！宁愿自己死！太高值，摔下太高了！哇！宁愿自己死，也不要被他杀！警方来了！警察来了！剩两个了。啊、两个有淡淡的女生。那杰克怎么藏到水里去？哦，警车在旁边而已，好近哦！快，杰克在水里，他们要快一点。到了，我们就大跑，直接冲出去。就是这两个人呢、欸，他要二选一了，有没有？上次也是这样子啊。我永远不。我觉得。你就跑得掉了哎、欸。跑得掉了。快走！啊！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你们走！哇！厉害，厉害！哇！团流，团自杀，女生逃掉了。团团自杀？我自杀，我临时不缺。我想说什么？你知道我一瞬间，人嘞？被他摔死。他地图只有一台车而已，他就是。他对啊，他有一些地图只会有一台，很像船呢、啊，就跟两人车是一样。所以船只能坐两人哦。对啊，船坐两个人、嗯，而且他只要船桨跟油，只要两个道具。可是船的好像鬼比较好追，因为鬼可以翻船啊。鬼游泳超快的。我们可以合力打杰森。我觉得七个人拿着棍棒一起那个中间群聚，然后打杰森。对对 对, 對，打杰森。我们刚刚有啊，刚打得很开心，你知道吗？阿旺叫我走，说不要，我要打他，我就说打他。我跑跑突然回头说我要去打架。有啊，杰克被我们打倒两次了、欸。我们还没有把杰森真的弄死过哎、欸。没有啊，要去找那个。可以。他们说要打掉面具，要拿斧头或棒子。对啊，对啊，对啊。哦。哎，杰森小屋怎么找？是不是就要绕边边找？我其实在找杰森小屋、欸，哎，想找。是随机的吗？我刚说我们废话。很有意思。生一起走 在湖中岛的地图，杰森小屋很常在湖的小岛。哦，有人吗？有。嗨，地图。右下方有车，右下方有车，偏下最下面最下面，我看一下车什么颜色哦，
啊，你不要啦，你不要来啦！隔壁的是谁啊？黄车，黄车。啊，那是黄车来啦。对。你找别人呐、啊。现在哈基也被缠上了。你去找别人、啊。要修这一台黄车吗？看你咯。这有用吗？还是去找一下蓝车啊？欸、对啊。先找地图吧。我猜蓝车应该会在这一边是的，关门的。我去过桥看看有没有拦车好了。对啊。是这个门是怎样？啦啦啦啦啦啦啦！拦车的地队，进度如何啊？进度找到一台车而已。哦，这对面是拦车。找到拦车了。小雨不要啦。是他。团团。啊腰！啊靠腰，在那边哦，他进那边是拦车啦。可是他在那边、哎，对，团团那边有钥匙，然后雨月这边、欸，你没有哦，雨月这边有电瓶，钥匙不是哈金的，是蓝车那里有鬼，哦对啊，钥匙在哈金那、啊，他踩到东西了，我快跑，我快跑，嗨花花。请问你有没有什么东西啊？知道有。嗨嗨嗨！嗨。这里有对讲机、啊。雨月要死了，不对啦，哈基要死了。我跟杰克在萤火这边。那边那边前面那边前面那边。刚刚有个互动的东西。木板哦。杰克，我有对讲机了。有团团，我刚听到团团跟谁翻新了？还是？哎，我等下把钥匙先放在右下角那个车子门口。好，是是是，可以啊。我那个杰克这边有保险丝。杰克那有保险丝、啊，所以要找保险丝的屋子，好爹。保险丝。嗯，团团在偷偷过去保险丝，蓝车那边。但是我先去墓地看一下，我见墓地会有东西。好。他竟然没死，他竟然没死。还在 B 游是，啊！你怎么又是你小雨？哈基，哈基又被找到了。哈基遇到鬼了，哈基遇到鬼了。怎么又是你的？啊！我不小心放鞭炮，对不起。庆祝一下，很好啊。你现在跟走，我不是地图。三个厕所、欸，三顾茅庐。你拿你手上切到那个按 Z 就可以丢掉了吧？哦，它可以丢道具哦。哦。等一下，我刚来不及放钥匙啊，杰森在我旁边。他、哦、好掉了。那你他不知道去哪了，没有看到。哎，至少这边死路啊。哇，到还要照这。这有什么好处吗？嗯。耐力剩一半。哎、欸，大房是谁啊？大房是谁？我。嗨嗨，繁星，我跟杰克在这边。这间屋子是没人收过啊。嗨、哦，有没有武器啊？刀子。繁星有武器吗？有，我有枪。你有哇？你有枪啊？好，好棒，你好棒。啊，不要，你最棒。你们这有什么？电瓶。电瓶，电瓶大屋没有。现在就是看能不能打电话那个保险丝。对啊。会有什么特征吗？还是会在地图上？你是说杰森家吗？对、啊。这边都送过了吗？那杰森是追人。我在找杰森小屋啊。杰森家，你看地图的右中间偏右边的那边不是有一个湖中间的，那应该是那个中间就是他的家了。哎、欸，那我想去玩。对。现在是要干嘛组队去吗？可是那可是要把汤米招回来才可以杀他哎、欸。哦，是哦。对，我没记错，最后是要汤米吧，要汤米吧，我有点忘记了。就是要先把他面具打下来，你打下来之后用汤米好像强弄他还是怎样？哦。墓园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墓园我收完没啥东西。我
我不知道。哦、好，团团说没东西。鬼在，鬼来了。啊？我看不到。刚有那个钻。没有吧？打雷吧？保险丝的那个人吗？还没嘛？找不到，找不到。还没，这保险丝在杰克身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你是唱错了、啊。这里有喷雾，发发过来，发发过来。这里有喷雾，这里这里。我没地图，好痛苦哦。一扇窗。你知道往哪里走？这间房我收过了吗？上面那这边有房。你怎么可以把墙打破？因为那是你的心墙。你这个、啊，他心墙被打破了。完了，他心墙破了，他心墙破了。哎、欸，在我这，在我这，在我这。没看到。啊！砰！我被你的墙吓到了。让我发现一道窗。电瓶吗？雨月，我要怎么帮？做的有电瓶的。你要放地板上、欸、啊！我已经晃到车子，车子有电瓶吗？车子好像没有。那我不知道在哪里。在下面，地图在下面。我没有地图。快走！我们往下走，那个往下走就对了。再游一游也没有问题啊，没问题啊，赶快上来就好了。这里，啊不是，这上面往这边。啊，对立行。你知道找车吗？还是什么？不知道找车吗？你们到底要找什么？找车啊，因为有电瓶的。啊，我地图，我自己走就好了，我有地图啊。啊，那你走，我。那这个方向一直走就到了。我这有钥匙。就钥匙了，就刚哈基跟小雨那边啊，找一下。哈基小雨看地图是四人，那边有鬼、欸。不，就是哈基那边去找哈基，哈基刚在那边。哈基是那边有鬼吗？这有被鬼追？没有。收音机啦。轮到大桥垮下来。哈基有在被鬼追吗？我在被鬼追，垮下来，我去找垮下来。我先看前面那一台是什么、啊。就那一台，过要过桥。过桥是不是？最低，可是没有油啊，没有油吗？没有，但是有桥垮下来。啊，电瓶，所以还缺油，还是缺油啊？目前还缺油啊？只缺油，那我拿这个干什么了？哎呀，你可以先装啊。不是、啊，哎呀，它已经电瓶已经有了，没有油，双人座的没有，还是我们油有双人座？因为中区第一台啊。哦，这不有两台吗？有两台车，现在有两台车，好厉害。蓝色车，四人的。嗯。他钥匙跟油。有啊，这台有电瓶啊，剩大剩油啊。你怎么可以一直拆东西呀、啊？你这样不行哦。你也死了。我吓到了。哎、欸，这边，无线电的。哪边？打电话的。在我这。找杰克。应该是我去找他了。我找杰克干嘛、哦？我给他修哦。垮下来。刷拆掉。修。你对着他、啊，不是他吗？还是要哄？杰克怎么成就？不会吧？不是吧？电话箱保险、啊。恭喜。可是他刚刚没有什么要，你是没有油吗？不是这一台吗？哎、欸，后面这边这个外面啊、有油啊！有油啊！哎、欸，等下门口那陷阱，门口那是陷阱。你很雷呢、欸！我想说怕鬼啦，要我到他家了耶！你找到他家了？对、啊。哎呀，在中间。我真的在湖中间呢、啊。哎呀、啊，可是我是男生呢、欸，怎么办？啊？还是我男生？你是不是可以走了？你可以夹一下啦。
钥匙了。那你搞嘞？哎、欸，哈基，回到车子这边。好了，车子好了。阿基，钥匙吗？来车子，来车子，好了，车好了。好。哇哇，杰克你放这。看谁夹到，看谁追。我觉得人会夹到呢。我觉得他杰克，我觉得哈基会夹到呢。那他就夹到啊，我们就笑一下。好啊。我叫了一个英雄回来。好。好。还是你们有人要来穿衣服？我要先上。我找不到，哎、欸，看你。他游泳过来，他游泳过来了，游泳过来了。为什么是我啊？干！用掉西。等下，那个法法你在哪里呀、啊？我在中间啊，我在岛的中间。好。你走开、啊。好，我去，我去，我想去穿穿看。不要过来啦！不要啦！哎、欸，这是哈基哦，嗨！哎呦喂啊！怎么跑成这样啊？找我们车子！不要啦！所以还是没有找到那个，对不对？他们说不是有油了吗？那个说保险丝的房子啊？对，没有。我好像找到了耶，在那个两人车的这边。黄色的车这边，你们看地图应该看得到，另一台这边有。来，你们来这边吧。啊！杰克，杰克听得到我讲话吗？再见了。听不到，听不到。我是 Tommy 啊，我是 Tommy。我在讲，哎、欸，我们差一个要素是那个、欸，就是女生穿。我来了，我好喘，哦、等我一下。对，我拿到。可是没有要女生去拿衣服。我啊我在找他、哦、拿了吗？还没。那你过得来吗？我等一下哦，游泳过去吗？对，我是游过去，游过去。那是杰森小屋哦，我会死在河中间啊！赶快游过去，赶快游过去，应该我好像不够哦。鬼在车子旁边，白痴哦、喔！那我们等一下就在这边等他，好不好？他不会过，欸、小雨会过来吗？他应该看到，知道我们人在这边啊。可是我在这边，竟然他都没有过来、欸，因为他刚才追别人。刚小地图有闪一下杰森的那个。对啊。可是变的是，我们要先把他面具打下来才能够那个哎、欸。我打。是我要先打他的。对，我的枪要最后。靠要吓到我了，什么动作？然后嘞，这个、哦，哎、欸，有啊，然后嘞，我射歪了，抱歉，啊，我又被抓到了。小友跟你讲他们的计划，你闭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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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能，我跟你讲，他们想用车子撞你，你闭嘴，对他们用车子撞你，对。可能在这边、啊。要过去吗？我怕他会来抓、欸，哎。真的吗？那我们在这边等，等一下，让我们玩一下嘛。他杰森要用刀子哦。我跟你讲在哪边，我跟你讲他们在哪边。他用斧头也可以。斧头，我跟你讲，斧头跟刀子都要啊。就反正你要先把阿明去打下来就对了啦，没打下来都不行。哦。我好期待哦，我的手在燃烧。可是发发，你手哎、欸、是繁星手上拿的是棍那个什么棍棒，这我能干嘛、啊？我就是跟他对话而已啊！哎、欸，人物会一直动哎、欸，好恐怖哦！哎、欸，所以穿他衣服，他会放下防备心，然后我再打他。可是你要先，没有，最后是我打他，我开枪啊！我要拿刀、哦，就是你要先把他面具打下来。我们要找刀就对了。斧头不行吗？他们说我要拿刀、欸，哎，斧头也可以啊，我记得斧头要啊。可是我拿棍棒。对啊，没关系啊，棍棒也行啊，多多少少可以。我总觉得只有我们三个应该不够啦，不过没关系，可以试试看看。哎、欸，好像来了、欸。你们按 F 开灯吧，不然好暗哦、喔。我开了。你听到声音了？我们就在他家等着他、欸，他都不来、欸，好好笑。
还是因为我们都站着没有发出声响，他不知道我们在这啊？哪有我们狂动？哪有我们刚才狂动哎、欸？可是我们还讲话呢。我们会不会待到时间到他还没来啊？对啊，结果最后这边才是最神的点，这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是最安全的地方。我忘记他表情是什么嘞 ？V。死 V 啊！死 V 啊！看、你，你不要乱砍人啦！你 V 是左键哦。我等下跳到纸，跟你讲，用生命在跳舞嘞。要男生的黑人哦，没事啊，没事啊，试试看。是不是男生黑人力气比较大的意思？哎、欸，我昏迹。对，我好卡哦、喔，因为下雨嘛，怎么卡？跳得很棒哦！那个。观众席的，你们觉得？站着好了。好，不要动，不要动，对，不要动，不要动。他来了啦！真的假的？来了耶，来了耶，来了耶。Hello， 你们怎么在我家？当场试了。你们怎么在我家？我要，然后我要怎么用？我要怎么用？我要怎么用？等等，我要怎么用啊？小米居然跳进去。你有穿毛衣了吗？有哎，你有穿毛衣。有了，有了。然后嘞？面具破了，面具掉了。然后嘞？哎、欸，他长这样哦、喔！哎、欸，我脸好丑，我好像，我好像天线宝宝。你是天线宝宝、喔？我好丑啊！还是他的脸是爸爸是人的？是假脸皮。对啊，你的脸皮是假的吧？然后呢？怎么跟你换东西啊？我按，我好丑。你不是剩下拿枪？我试试看用他们有人在那边什么用，有人在那边说什么用斧头试试看。哦，你会痛哎、欸！哇、啊，你爆了！我爆了，没有啊，没有。那我看用枪啊。你用枪吧。你的表情真的好，你的表情好好笑、哦。我真的好丑。哈？哎、欸，你可以拿面具啊！哎、欸，团团，你可以拿面具吗？所以是要拿面具了，然后，哎、欸，戴面具，那没哥没有刀了，哎、欸，有、欸、有，我在那个，我看到妈妈，我是你妈，妈妈叫我，妈妈叫我不要再杀人了，我是你吗？我是你妈，我是你妈，你说是你吗？我是你妈啦，所以我要先，我刚刚那个状态的时候打我才有用，哦，是要这样子哦。可是我刚一看到你也没有进那个状态。没有，因为我要按 Q， 我要按 Q。哦，要先按 Q。然后刚刚有个傻逼先砍了我一下，害我快现在快死掉了。啊，你家还没有武器呀、啊？我家没有吧？我把这个射出来，你可以捡吗？可以不行。有吗？哇，你家很潮哎、欸！这手上那刀子不能拿，有刀不能拿。那刀没办法拿，可以拿你妈的头颅打你。太凶了吧！妈的头哎、欸！太狠了吧！时间到了，时间到了。不行，我家的脸好好笑、哦。好丑、哦。丑哎、欸！哦，砍完之后面具掉了，用毛衣控制它，才能。对啊，你好丑。所以刚刚是反，刚刚没有先把面具拿起来是错的。没有没有，你面具打完，只是我刚没有被毛衣控制。对，要控制之后才能打就对了。对对对，要控制的时候打。啊，好难哦，好可怕哦，差一点点，差一点点，你的顺序错了而已。对、啊。嗯。还是这一场来试试看。好难。娘娘感觉可以整段看一下，就刚等一下鬼又重复的话，对啊，可以啊，好啊，萤火集合啊，萤火集合 是
去杰森家集合啊。欸、很难找哎、欸。杰森家刚刚那个就在海那个湖中央啊。我玩三次才第一次知道杰森家在哪。剪面具毛衣控制 Tommy 转手，只有几秒的机会。哇！五个人先死掉。哎、欸，说一定要人先死掉当 Tommy 哎、欸。重复鬼的话就直接重复点就打鬼嘛。好。啊！重复鬼。阿基，打鬼啦！来打我喽！哎、欸，那个杰森应该多动作，让杰森看他跳舞。哎、欸，要那个哈记，哈记先杀一个，要召唤 Tommy， 要不直接开 DC 啊？要不直接开 DC 啊？啊，好啊，可以啊。好啊，我在上面，上面。我先把里面的声音关掉。先把游戏声音关掉吧。嗯他那个要他就要先杀一个，那个 Tommy 要那个 Tommy 要先叫出来，对，要两个杀两个才会有 Tommy 啊。哦，那就是叫完之后杀两个，或者是直接找枪就可以了，也没差不是？对，还是一定要 Tommy 看？没有，我记没有，最后一集是要给 Tommy 吧？哎、欸，这里的电话、欸哦，一定要吗？还是枪这都可以？记得最后记得我那时候看攻略一定是要 Tommy 啊。那就是要先死两个人，然后一个会复活。请观众先查一下攻略、啊。有啊，有人讲、哦。他们是说，汤米要戴杰森面具，女性角色用 Q 控制住的时候，随便一个角色打晕他，然后汤米就可以用E弄爆他。哦，好麻烦啊。对，麻烦耶。可是好玩，好好笑。那刚刚那个杰森真的好丑。那个杰森刚看了一下，是不是他套了一个人皮啊？对啊，对啊，另外套一个人皮。对啊，好了，找一下看叫那个杰森的那个，不是叫汤米的电话，汤米的电话，叫汤米的电话。你们要被杀的来上面找我。哇，你在哪里？找一下电话。上面电话我跟允月这边有一，是允月吗？那个是叫警察的，我要叫警察。我们要找那个放桌上的。可以叫 Tommy 了。哦，好，那你叫吧。哦，叫。你找妈妈家。妈妈。妈妈。他妈妈家是在哪边啊？靠哪一边？南侧、北侧、嗯？看一下，看一下地图。他妈妈家最上面，最上面。哦，最上面。北侧吗？北侧吗？最北。对，北侧。最好。我好像可以到。要带什么给吸过去？晕鬼的话我有枪啦，所以不用怕晕不到。欸、上面那边，我有往那边走，棒可以枪、啊。我以为要先如果那个要破面具的要那个，可以好像要斧头对不对？斧头的话，我刚才在他家有拿到一把。嗯，就是要刀啦，要刀之类的，来要刀类的。你不找个东西玩吗？等一下。啊，对，等一下。你不找个可以互动的吗？你去找个你想要死的方法。哇，听起来太痛了。我刚看那个椅子超痛的哎、欸。夹起来。对啊。哪里啊？可以那个啊，我帮我先抓起来。没有你只看我抓起来啊，你不要处决。啊，你就会有它就有可以互动的东西了。我这里还有一把枪。啊，这看起来哇，枪应该不用那么多把，就只是要晕它而已。啊，太近了，太近了啊！多摆把枪的话，会不会比较好破面具？比较好破的话，应该是拿刀吧。拿刀哦，拿刀面具比较好打掉。铁棍不行吗？那个好像是晕眩。晕眩的，对哦，找到斧头，碎了。他静影说在水上面吗？哦、没有没有没有，他在岸边而已。哎、欸，我看到。岸边。哎，后面。这里。来跟我来，我是导游，来。去杰森岛观光。来看我家，我家其实很漂亮，我有整理过。我家很大，这样子吗？看我奶奶，我家有 WiFi、欸、不是那是你妈啦、啊、这是我妈齁是你妈、欸、那你们可以说你妈死啊真的死掉了没错、哦、对是没错哇好不明显哦往前面继续走有谁是女角有点累跑太快了家在哪里啊这里，这里，这里，
是在中间凸起来那块的靠右边吧？这边吗？往前吗？我这里有音效哎，对吧？来了，你回去，妈妈会一直跟你讲话，很吵。对，妈妈一直讲话，妈妈一直在讲话，妈妈一直叫你赶快杀了他们，不可以放他们走，然后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有斧头哎、欸，现成的。我有斧头，我有斧头来了。杰森，我只有棍子。打我脸。等一下 ，Tommy 两个人吗？对啊，啊不对，先杀两个人是，再杀一个。可是 Tommy 还没来啊， Tommy 还没来，要死两个。那第二个要男生吗？来来来来，我没有那个。不一定，没有他反正回来就会死。是你是黑？哦好，我想问你是黑。哎、欸啊，你有那个啦，你有刀子。快点笑。武器会坏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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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武器会坏掉，要升武器会坏掉，不要乱敲。哈哈哈哈哈！我没办法了。觉得这个，哎，换一下，哦 ，Daylight 是不是？我救你下来，我救你下来。好吵哦！救他，救他，救他！你一过来，你怎么就死了？对啊，我就死了。我也要看。啊！我还没跟你们团聚。还没啊 ？Tommy 刚刚有打电话了吗？打了。有啊。哎、欸，应该少两个就会出来了。要等一下吧，等一下吧，可能。然后现在理智好低，我现在理智好低。开灯，我的画面，我开灯了，我开灯了。我们离鬼太近了吧？还是我刚刚去游泳啊？奇怪。嗯，去游泳去。被叫一次吗？有啊有啊，我看 Tab 有叫我了。我来了，有了有雨月雨月雨月，复活了我复活了。我等一下就是先把他的面具打掉。所以我等一下是要干什么？医药？他们是说。在他被控制，我看一下、喔，就是等一下，等一下互动键吧，等一下我 K， 我会让他两只手举高，然后你就按一的样子。嗯，对，或者是如果没有得按一，你就按枪吧，就是拿枪。就是等一下他控制杰森的时候，我们要把杰森打晕，打晕之后汤米你直接靠近他按一，应该就可以处决了。哦，嘿、hey ，哦，我们还要再把他打晕哦。对，就是我们其他角色要帮忙他打晕。不是他控场的时候就行了，就是他女毛衣控场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打晕他一次。哦，所以很麻烦，难怪又没人要杀杰森，因为太麻烦了。那你难杀了。对啊，好远。但是那毛衣只能用一次。对，毛衣一次而已哦。对。哎，谁死在墙壁上？那个啊，陨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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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挂得很漂亮。标靶，这是我的标靶。哎，我的标靶啦。我好了。标靶。那哎，那就剩陨月啊，等陨月来。在跑了，我快到了，快到了，快到了！像我这种标靶，这种标靶，这种标靶，因为他打你尸体，面具还没，还没，还没。还是我们先把他面具打掉，先把他面具打掉吧。他接要出来吗？来来来，他出来好，不然他们会打到自己，出来卡到。对啊，你要一个一个打，他重复打好像会有重复打会没有那个啊，对啊，会没效。你们一个一个，有晕到，晕了，晕了。没有没有，现在只知道打他面具，不要不用他。要打的，用被蹲吗？我有。哎哎，你被打晕了，你被打晕了，要打面具下来。等他站起来，等他站起来。哎，你站起来。你们画面会黑吗？画面是黑的，没有，因为离他太近了。哦好。等下你不要这样。我不知道我这样可不可以 Q 哎，他没显示。错了。哎，斧头断了。总是一起。拿刀，其中一个刀嘞。我刚拿斧头。拿刀，拿刀，拿刀。我刚刚死过吧？里面应该还有一把斧头，还有刚刚死掉的。有，我刚拿的就是隐月的那把斧头。哎，还有一把没有了吗？还有一把拿起来，拿起来。有啊，刚不是有谁？柜子上啊，拿去。有吗？他面具。再拿，等一下，你要等一下，等一下，等他回头。等他回头，好。你们好了，等下叫我，因为我怕太黑，我不能按 Q。哎呦，哎，有吗？有了吗？四脚往上啊，往上看看，还没掉，还没掉。四脚往上，敲他头，敲他头，敲他头，看看，要瞄他头，要瞄他头，有蓄力吗？这是干嘛？直接敲就好了。哎，哇，没了，斧头断了，还有没有球棒？球棒敲不下来吗？这边还有搓的，老师看这个，试看看。好吵，妈妈好吵哦。妈妈很吵吗？啊，我没，我的棒子也坏了，要再拿刀，再拿刀，来了。我们再去吵一下，等我一下。他可以晕倒，然后我还有，我来了，我来了。怎么这里又吵？看他，他自己看我，后面，看你妈，后面，看到。太紧了吗？哎呀，戴面具，戴面具，戴面具，我家有个戴面具，是不是？戴面具，
那个谁？是谁剪面具啊？给汤米剪。汤米剪，汤米剪好了啦。我可以剪，我可以剪。好，那你接到那个，我准备了。我跟我回来，跟我回来。等一下，他们还没。那等一下，汤米要先接近他一下。你接近他，我用枪晕他。然后杰克不是有棒棒，也看到晕他。我先 Q， 然后你们晕他，然后音乐再上。嗯，等一下，我这样，我现在有点累。你们都好了。垃圾。一二，来来来。反抗！哎呦，来反抗！我不能动，我不能动，我不能动。啊！你一了，可以吗？一啊！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处决他吗？不行了，我起身，我起身了。啊，没了，没了。有什么毛衣有拿吗？毛衣有拿吗？我有了，毛衣他刚刚有，刚刚有控制，然后还是允月因为拿枪啊，要拿刀。我没有，我没有拿其他的啊。不是，会不会是？会不会是其实刀啊？那唐米要用刀哦。这也太一次机会吗？对，没多一次没了。太困，对，要拿刀啦，太困难了吧，要修。天哪，太难了，太难。我们还有一次机会。算了啦，算了啦。哦，没有吧，没有机会了。我们还有一次机会，还有九分钟。还有九分钟。你可以把每个抓起来掐一掐。快点，让你掐，让你掐，让你榨汁。对啊，要拿刀啦，他们要刀，还要拿刀，好麻烦哦，天哪！我先去找刀，他一开始给还没有给刀哎。对啊，不然就是我们一开始其他人拿刀，然后呢，到最后跟你交换武器啦，真的。你我是你妈，用砍的要砍太多下了吧？我是你妈，好爽啊！要开三刀啦，他们说要开三刀。好哦，还要开三刀哦哦，那我刚刚手上这个应该给你的。哎呦，芥麻环，太想剪了。所以，我喷一下，哎呀，我喷一下吧。所以这个其实要在野团根本不可能实现，成就哎，对啊，这不可能实现，一种成就啊。太难了，那我跳两个成就，你说全部用普攻杀死是不是？我不知道哎，这是自救吗？妈妈很开心，这是全部人都砍光吧？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对，我们有一次，最后一次机会，好，不会又是我吧？妈妈很开心，我有夜魔鞋，这一个是切开，其他都是杀害，对啊，哎，有影片哎，对啊，看一下影片，超麻烦，怎么杀？怎么杀他？一分钟，好麻烦哦！啊，直接准备了，准备了，准备了，准备，准备了 ，Go Go Go！ 麻烦的，不就很有鬼吗？今天又是这三个当鬼的，对啊，上次也是三个当鬼，对啊，是轮流三个当鬼，是不是 ID 有差？嗯，谁？哎呦，又是这一张 loading 图，哎呦。老顶子，哎呦，洗澡那一张吗？对啊，很棒哎！水晶武士是就是妈妈在中间那个啊，应该是，好像是要游过去的那一个。比较找刚刚那张吧。One two three， 先把他的面具打掉吧。好的。对啊，先打面具。先打面具。哦，允月，允月，允月，那关麦喽，关麦喽，没事没事，那就正常玩喽，正常玩，正常玩。一样杀鬼，我比较想看杀鬼。好，是时间杀鬼。好，他比较想要看我们杀。尊重音乐。好，那我去找刀子，还有先找那 Tommy 的那个啊，叫那个对。先找打电话。哎呦，我找到开山刀了。那怎样要给 Tommy 的？对，我帮 Tommy 找好开山刀了。嗨嗨，这是谁？这里房子里面有两个。嗨，你好。嗨，你要不要先死啊？对啊，你要不要把那两个直接先那个？来，不是先敲一下，敲一下面具。呀！没有面具，面具可以在那个啦，就是等下我们一起到他家的面具。可以再过去再敲。我想说过去就没有给事，万一不够的话。啊！啊！没东西的。喂，我捡到无线电了，喂。喂，无线电没有饭。大家都有哎。欸，我要把开山刀。是谁啊？哦，好，那等一下，繁星你来捡这边地上一个开山刀。在这边，在我鬼这边，鬼这边。对对对对对。哦，好。你把开山刀捡过去。好，我去找可以玩的东西。
啊，我也有开三刀了。旁边有椅子，你看到那个如果有圆圆的那个圈圈，走过去按一，他就可以。哎、欸，那这样子，等一下要有一个人拿棍棒，一个人拿枪、哦，这样子双重晕他会比较有保证呢、欸。好，嗯，不然会。那、请问你家在哪里啊？音乐？一样在上面吗？正上方。遠遠欸好像是右边往上面的正下方，刚刚的那一个正下方哦，哎、欸，反了反了，正下方正下方，哎、欸，那我们还要去找叫汤米的，忘记了，是、哦、他家会变哦，对，会啊，我家在大马路旁边，哎呦，这是哎呦，爸爸刚不是说找到了吗？你没有处决我，还没还没，哦好，我去找看哪一间可以叫汤米，进去里面找看有什么东西互动，哦、这里面有东西吗？哎、欸，这里有个互动点呢、欸。这个是什么？要把我挂上去吗？是吗？哦、oh! 哦、oh! oh! 欸，我怎么不见了？铁刀嘞！哎呦，哎呦，铁拳杰森嘞！铁拳杰森啊，拳王啊！把我的脑袋直接做爆哎、欸！哇，铁拳，哇，超扯的。那我现在先去我家等等。好，我妈赶快找叫汤米的，都还没找到。对啊。哦、我在厕所呢，汤米，你有在厕所啊？厕所好像没有，我刚刚去过了。哎、欸，不对，我还是要收地图出来。我在那边干嘛？我来回翻了三次啊！我自己来回翻四次了，白痴。我在一个窗户一直翻，找到墙了。那我去装水。日本的球棒。球棒留着、啊，球棒跟枪都留着一个。我有斧头。球棒，看一下家里面有什么啊？嗯，我还有车钥匙。你们刚刚有用录音带吗？唱片有。诶、欸，音乐，你脚底那个是你爷爷吗？爷爷啊，你爸吗？好像蛮有可能哦。对啊，妈妈在桌子上啊，爸爸躺在地板上啊。那为什么妈妈只有吃下一颗头啊？哦，哎，这开山刀你们能拿吗？在妈妈头旁边。不行不行不行，那个不行，对。哦、oh. ，那个是场景。哦、oh. ，因为柜子上会有武器啊，不知道什么武器而已。柜子上，哦、oh, ，有斧头，有一把斧头。那斧头可以拿。柜子上有一把斧头。哇，我也有车钥匙了。结果居然那个汤米的叫汤米的无线电这么难找啊！现在，当你要找的时候就会找不到。对啊，怎么都找不到啊？跟遥控器一样，太夸张了吧？跟遥控器一样。我来帮忙找、哦。我要去开关。好，这里有谁啊？这里没有人。是谁啊？谁在这个角落在那边找啊？谁？繁星怎么在最角落啊？这哦，这杰森家啊、哦。这家。好，我去找别的。还是要当他妈？我可以去找。哎、欸，有人死了。有啊，我、啊、了。是两个、啊，要两个人死才能叫汤米。然后，但是我们现在找不到汤米、啊。对。汤米啊，不要再躲了。来吃罐罐啊，汤米！汤米出来，不要再睡了。汤米，吃罐罐喽！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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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汤米呀！汤米。找到尸体了、哦、找到小雨的尸体了，他没有头的尸体了、欸、对，有啊，头掉在旁边哦，我头掉在旁边，对，我刚看到只看到我头直接不见了，追斗也没有啊，往右上角走，杰森知道电话的位置。杰森，你知道电话在哪里吗？杰森，杰森，你看那个按地图，这个吗？这个吗？在哪里？杰森去打电话看。哦，在我家门口前面有个电话的图案。啊啊！哦，你家旁边，我看到你了，我看到你了，看到你了。所以是这一间吗？这间吗？电话是。啊，这个保险有啊，这个不是啊，这个是叫警察的，叫警察的啦，不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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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这是叫警察的。我来看一下有没有另外一个，没有其他的啦，那就是我们要自己找。只能看到叫警察的，哇，对啊，是电话没错啦，对啊，是拿不同的电话。我用传送的一间一间顺过去找好了。好，好啊，哇，杰森外送。
这杰森很礼貌哎、欸，他门都用慢慢打开的。进门还脱鞋子的那种。哦、这两拖鞋哦，好，对不起，对不起啊，走出去。抱歉抱歉，地毯上再摩擦两下，把这个泥土弄掉。哦，我找到了，哎，在右边。哦，我看到了，看到了，有了有了有了。去打去打，打一下打一下。这什么画面啊？你起身监工哎，在旁边看。监工，你在呢？打电话，妈，我人很好啦。有了有了，他们啦，他们都过得不错啦。有一个头掉地上而已啦，好恐怖啊！怎么还说要找朋友来啊？罐头啦！那不是要找我？等下找朋友来家里玩。等一下是我变成 Tommy 吗？哎、欸，是你吧？你变了 Tommy， 你是关键咯。哦、oh, ，所以我是要拿砍刀是不是？你要去找砍刀？等一下，等一下，我跟你换啦。我等一下，我手上有砍刀。哦，好，好哦。那砍刀怎么给他？小屋集合就好。对啊，只知道怎么给。那个武器不是可以丢下來？按，我记得可以，但我忘记哪个键了。Z 呀、啊，对啊。可是我按 Z 不行丢武器耶。拿在手上。你、啊、拿另外一把武器，这应该就换下来了吧？哦、不是不是不是，因为走去那个啊，走去房子里面拿那个拿斧头啊，可以放下来了。那 Tommy 在哪里啊 ？Tommy。Tommy 在跑了。Tommy 跌倒了。What?这个也不用讲，不先穿衣服吗？团团你穿好不好？我只能看着你啊。我穿吗？对啊，啊，我穿，我穿，我穿。因为我没有按过。今天开派对，怎么还没有人来？祝你生日快乐！那那个，祝你生。哈记，等一下，你有你知道保险师的房子在哪里吗？我不知道。保险师的房子，我帮你看看。不是就在那个吗？欸、旁边而已吗？哈记，你有没有看到有一个人在屋子里？看一下。对，好好，来来来，过来这边，来过来，我这边有砍刀，我放着。哦，他要跟雕像一样。他换武器，他换武器。对，我们要换武器。哎，哇，你的骨头露出来了。就这是装饰啦，是啦，对啦。哦，万圣节派对嘛，万圣节哦。对啊。啊！你们其他人都没装扮，好吗？对啊，你们